即嘛在许多来住啊，比那连在做莫拉克也真的大抓，伊在住啊，有住就来带。如果部落把另外那些那那也对做啊，买啊永久屋，伊做那来做就是阿达格兰啊，林那里人多做，多做来做护理之内间呢，伊对做变那几年嘛就多，爱做啊，一年伊嘛怎么在伊阿查里县那卡部落不只那呀，一年嘛卡点嘛卡路的对做永久屋啊，伊做那那屋嘛卡呀，慢慢些多做来做是阿里是吉罗就是阿达格兰，那伊就点嘛就阿达格兰那么善待啊，把什么人对做伊百合部落永久屋诶，建啥？我来建那马拉苏加马山带来点嘛就来做嘛加鲁萨啊，跟那兰啊，民间的点嘛就对做嘛在做以百合永续发展协会，哎呀点嘛就啥，一共对做是在万万多，木得啥嘛哎呀们那点嘛那他妈爸爸妈子弟，哎呀点嘛就伊嘛在对做是一共多西湖，啥都做，哎做那么多做那么高路的对做啊啊嘛啊永久屋那么那么哎呀大啊是嘛嘛在伊。那咱以永久屋的马爸爱点嘛就，啥都做在这边，来做建设户，一种爱做伊努马人，要么就护理在伊说算，多不叫来做什么努马，伊嘛在对做啊，是那那样对做边那连多做啊，嘛啊莫拉克啊边那连那边那里人，爱做护理在是伊说算，要么就都做，你妈乌样啊家是好多。来做那一旧啊，大概了了那内件啊，一年那么搞多永久屋，么个点一部分子多，点么就他妈爸爸妈子弟，伊么在多永久屋呀？啥都做，爱做那一部分子是阿里是记录都做在这个做，那改建啊点么就啥？来做那一部分子啊，阿丹比那什么样啊都做在做更适合。一座很多建设后的杂物，一座座我哋有买了那好哩杂物，这样都是算到把家了永久屋，到做今年年年嘛就到旧个做，是你不是买了房啊？来做那一座啊，今年两三一年做那么老的多，一座那那什么大坝，那一座那来做啊，就那安，马家地不止多什么大坝吧呀？再来做那么哎呀，爸爸叔叔来做是阿里是记录，在几个做到做那改建啊点嘛就，再来做那不止啊，这些大个人比那。什么障碍已经是好大把心思部落完整性也就是申请户跟部落是有关系的是不是符合、啊、部落的认同、啊、经过部落会议完成之后你这些、啊、申请户的、名单呢给屏东县政府屏东县政府这边最后可能是相关规定的审查三那个为了做建设后，那一转呢，就那个你们在永久屋是把部分资产买呀，多就是阿达格兰那呀啥，都做那部分资，都做是阿里庄比较不落啥，就了八零安，还最嘛在记录，一转你们不落啥，那么八零安，那都人把这人都带带是不落啥，是吧？八零安那呀，像那八个来真多，伊那拉苏家你们在跟那人，都提买买嘛，马卡提一部资呀，我哩是阿拉苏家他，那一转就是阿达格兰，像那做生产比较为哩，我哩另那那建设后，阿对做个个修。怎么样来规划后续整个，到底这块土地扣除公共设施呢？到底有多少的户数可以新建，然后提供我们的族人来自建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会协助公所。老那个话原名处，哎，就是曼达巴瓦呀，麻烦那边监督啊，那一句话大概了个两三，那一段那阿舅那安，你们在多永久屋，马卡点点嘛就，都起码在百合部落，哎，就阿舅那安，就那那2.5公顷那马卡点大巴万那亚了哇，多卡租翁啊，大巴万多带带十多沙西瓦巴林安，我哩把做那那点嘛就，对做护理做建筑法呀，都马卡点比的马卡点三大巴万，第九波浪八姐姐论。